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。你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我应该是已经求婚求完了吧？对，不过这个影片呢是我刚刚买完戒指，到底求婚能不能成功呢？你已经知道了，可是我还不知道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就跟我的朋友，就是在把我拍的朋友呢，来到这个 Miss Tom， 就是日本的卖车的这个展示店。他这里有什么？他这里有这个。咖啡拿铁，它上面就是你可以拿你自己的照片给他，他就可以把它刻在咖啡拉花上面。对，神奇吧，神奇吧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と一つは写真撮っ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。はい、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はい、こちらのカメラ。はい、はい、チーズ。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、大丈夫ですよ。はい、はい。この再現力すごいですね。飲んでください。给我朋友喝这个好了。はい、好喝。就一般的拿铁。どうですか、僕の顔。あ、面白い。これはサムネイルにします。好，我们已经出来了。这个咖啡呢真的很特别很特别，如果大家有来这个银座的话呢，可以来慢慢看。我觉得它不是期间限定的，应该是一直都有的。地址呢会贴在下面，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吧。我们后面就是呢一座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物，就 Seiko 这个手表的品牌。然后后天呢，你们看这个影片的后天，我就要去求婚了。大家好紧张哦，现在的我好紧张。那大家祝我求婚成功吧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六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每天晚上九点看影片。还有，这两边是我们的推荐影片咯，有马 TV 和六的游戏频道也要拜托大家订阅。それでは皆さん、またね。